听我的，去怀柔，怀柔有野长城，人还少。哎呀，人年轻人约个会，干嘛非去那荒山野岭去啊？去哪儿啊？逛商场，逛商场好，姑娘想要什么就买什么。哎呀，逛商场还用去景山？听我的，去景山没问题。我跟你讲，早上去5点钟，哎，5点钟是没什么人的。去怀柔，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停停停停停停，收。 哎呦，求求你们不要在这里瞎出主意，好吧？小张，有恩每年过生日啊，都是被一大堆的朋友叫出去喝酒，喝他妈醉醺醺的回来，讨厌死了。今年呢，你约约他好吧，就他正常的过个生日，好吧？哦，不要买什么贵重的东西给他，该有的他都有，不要别人送的。你要做的就是用心。 用点心，用用心，不要我教你吧。不用不用，我自己琢磨。我给他来个惊喜。不是哥，我这刚交班，我饭还没来得及吃呢，你到底要干什么呀？等会儿我亲自给你去打饭，这事要是办成了，这个月衣服不用豆子洗，我给你洗。哥，你说，打谁吧？ We know you are very busy, but we really hope that you can help us, because it will determine whether he can win his girl over or not. Yes, yes. Oh, so he's after a girl, and you want me to make a birthday cake for her, so for a surprise? Yes, yes, your birthday. Whoa, really lucky girl. Is she pretty? Very, very. Okay, listen, bro, I'd really like to help you, but I got a lot of orders to fill, and it's going to take me a few days to finish them all. So I'm afraid I can't make any time for you. Sorry. Please. 哎，老大，18号客人来取蛋糕了。好了，稍等啊。他会说中文？我不管啊。 这个月衣服该洗还是得给我洗啊！那人家都没答应呢。哎呦，这么慢，早就做好了。放心，既然听得懂中文，咱还忽悠不了他了。老大，啊，聊聊啊，聊聊就聊聊。 你慢走。哎，就这么搞定了？对呀，我给他讲了讲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告诉他没有蛋糕，这哥们儿就要化蝶，把人老戴给说感动了。最重要的是，他把离电梯最近的停车位留给人家了。那老戴一听，二话不说，直接 OK， 干，漂亮。哎，我跟你说啊。 就咱们酒店这蛋糕，你花钱都未必买得到。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小郑郑你在追求女神的这条路上，连运气都站在你这边。哎呀，尤恩，尤恩来找我了，快躲躲吧！干啥呀？你说呢，张经理？哦，嗨，郑小姐。 佟小姐，你们好。你好，你好。你们怎么来了？来住酒店。哦，您二位一起吗？哦，是我来住。我们公司帮我在这儿订的房间，可能要住一段时间。哦，那这样，我带你们去吧。麻烦您了。别客气，来这边请。来，这边请。 你在找张经理吗？他这会儿不在这儿。哦。啊，如果有需要，我可以把他叫过来。不用了。你好，你好。
经理，找您呢。嘘，别叫总监，影响不好吗？怎么了？那个冯远也找您，说他那个楼层出点事儿，他这个级别解决不了，必须得您上去一趟。什么？对。<笑>那张经理最近还挺忙的，西餐厅那边事儿多，你们没有联系吗？ 喂，东吗？哦，哎，张经理不是大堂经理吗？他被调去西餐厅了。哎，帮忙帮忙。尤安，他们西餐厅最近有个网红蛋糕。没有没有，他没订蛋糕。一会儿我买一个，你给阿姨带回去。对，我就是说那个蛋糕，最近挺红的，不好订，但是提前跟张经理打招呼就 OK 的。 不用了，您的身份证和房卡，谢谢。我送你们上楼。哦，就两个箱子，不麻烦了。给我吧。行，祝你们入住愉快。你 自己行吗？又没有我在陪你待会儿。不用了，在你家待这两天，心情已经好多了。离婚这个事儿，也就听起来吓人。其实无非就是重新过回一个人的日子。我以前能做到，现在肯定也能做到。你能这么想就最好了。 咱们航司协议酒店给咱们员工的折扣力度挺大的，比你现在租个房子要合适。你在这儿住一段时间，整理整理心情，过渡一下。嗯，我这个人吧，我不太会安慰别人。酒店离我们家挺近的，欢迎你随时来吃饭。谢谢你啊。再见，郑小姐。 人家都明确拒绝了，说你别追了，你还费劲巴力的弄那蛋糕干嘛？哎，这话你要说早说啊！我费那么大劲把蛋糕弄来了，你这不是马后炮吗？我这不是怕他再受打击吗？我愿意。其实有恩压根对我没有意思，即使是我最后一次见。 喂，你好，请问是6791的机主吗？哦，我是。啊，我是您呼叫的网约车司机，我已经到您小区门口了。好嘞，师傅，我马上下楼。哎呦，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怎么一下下就5点了呀？
孙大姐他们叫我出去吃饭，说是门口开了个面店，我又不爱吃面的了，哎，一定要叫我去啊！哟，你也约了人啊？我也约了。怎么还没发？赶紧的呀！我不知道该咋说。生日快乐，你不会打？来，我给你打。哎呀，去去。 我求爷爷告奶奶好，哎呀！我求爷爷告奶奶好不容易给你搞到的蛋糕，要是连面都见不着，岂不是浪费了？快快快，赶紧发！哎呀，咋开场呢？我现在觉得我发啥都好像不对。那我说，你听着。 陌上人如玉，佳人世无双。值此良辰美景之际，特备10英寸手工蛋糕一枚，聊表心意。 叫出来，叫出来！不给！哎呀，得奖励奖了啊！只要是你们那些词太轻浮了啊！你稳重，就会挑毛病。啊、二十一来过来，实在是给人说把蛋糕拔到了，脸上都乐意的。你也出不要脸的，精通呢？今天，切蛋糕。哎，别碰我蛋糕！发不发？我现在就发，现在就发。有恩。 我给你定做了个蛋糕，你要是忙，我就给柳阿姨送过去。你回来记得吃，生日快乐！太稳重了吧？太松了。哎。 到处都透着钞票的味道，难得聚一次会，你还真是半点都没跟我客气啊！哎，说什么呢？有你超哥在，还有你买单呀？超哥你怎么来了？哟，我们怎么不能来啊？啊，能！哎，兄弟姐妹们，今天有恩生日啊，想吃什么喝什么随便点，全场我买单！哎，把气氛搞起来，开酒！
哎，不要蒸馒头了，今天晚上主食吃蛋糕。哼，韭菜炒鸡蛋就蛋糕啊。 我送蛋糕，我不吃了，你们吃吧。有人回微信了，嗯，我在外面和朋友聚会呢，没刚看见。你要想来就来吧，发了个地址。那还等什么呀？赶紧送过去啊！等等等等，又是聚会啊，你可得小心点。 你别又被人扒光了回来啊！不会了吧？啊，那这次我得穿成什么样啊？随便，今天主要是和我之前的模特朋友。 哎，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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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你个师傅动手！师傅，哎呀，你别胡弄啊！快点！师傅，来来来来来，哇，你快点！哎呀，没事，就是发个信息，问问能带两个朋友。没事，哎呀，你们，哎呀，撤回！哎，别别别别别，你别别别，来吧，天意啊！爷爷。 我跟你，哎，你怎么还睁着眼睛说瞎话？他的女神之前就是模特，怎么着？你建议大长腿非得是现役的呀？好好的啊，一双大长腿的跟一溜大长腿是一回事吗？我跟你说，美女如云的场子，你敢说你不想去？我已经有豆子了，我对这些事情已经看得很淡了，好吗？好好好，我提豆子赶上你啊！一会儿你要出门，你是孙子呢。哎哎哎，不不不，我觉得我也没说我不去啊，我去主要是为了陪郑整哥给郑整哥壮胆的，对不对？谁不是啊？别别别，我不用你们壮胆，我得打二可大的呢。站住！哎呀，跟哪儿啊？什么意思？女神都答应了，你要不让我们去，就是见色忘义，轻生灭祖。对，还真去啊！
有啊，哎，给你拿三身，哎，给我拿大牌啊，国产的，那就是大牌啊，你就踏实拿，出了事儿我担着。得嘞，孙子。 结婚去啊？妈，我这不是怕你嫌弃我吗？哦，这两位我就不用介绍了吧？你都认识。张小姐，生日快乐！谢谢。生日快乐！谢谢。哦，我给你订了蛋糕。
这个是我们酒店甜品师做的。哎呀，我们也订蛋糕了，发到 KTV 那边了，我还想着一会儿咱们去唱歌的时候再吃呢。哦，我们先在这儿玩会儿，一会儿唱歌去。哦，那你这个蛋糕就在这儿吃了呗。好啊，这边。哎，走走，切蛋糕，切蛋糕，过来过来，切蛋糕了，快。 吃不吃也无所谓，吹蜡烛许个愿吧。哎，许愿了吗？许了。怎么快许什么愿了？让这屋里的威尔赶紧散去啊！好好好，愿望。那，哎，刀叉呢？哦，这有。哦，等一下。啊，我上个厕所的功夫，怎么就切蛋糕了？你们唱不唱生日歌？许没许？有没有排手新郎？ 别哪儿啊你！走吧。Happy birthday！ 让开，我去趟洗手间。你别走。 <笑>我之前每次订他们家蛋糕订不到，这都不算什么，真的，我们酒店那甜品师啊，专门从国外高新请过来，别说是这榴莲味儿，就是要臭豆腐味儿的都能给你做出来。<笑>真的假的？那么厉害？能订到吗？你说臭豆腐味儿的？<笑>能啊，能找我们张经理，一句话的事儿。对对对，美女想订，随时联系，都不用找到我们张经理这个级别，找我们俩就行。来来。 加个微信吧，对，你看打开就是二维码，有缘。以后就不用排队了，是吗？对对对对，好的。兄弟，我也看出来了，你俩今天是奔着郑友恩来的。那我也多跟你说几句啊，跟这女孩打交道啊，你必须得用上点情商。 他们可能心里真是喜欢吃那个
什么榴莲呀、螺蛳粉，但他嘴上一定会说他喜欢吃西餐呀、吃法餐呀、吃日本料理。嗯，你这以官方公布为准啊！你这事儿你稚嫩了呀你！你说的对，我当然对了。哎呀，这张友恩呐，我追了他三年。 在这条不归路上，我可以说是你前辈了吧？啊，你要是还没死心，可以再跟我学两招。我这个人常年修行，心胸很坦荡的。那真是谢谢你了，甭客气。哎，感情这条路上，你我算是同行。 得，就当是修炼。哎，都不容易，都不容易，都不容易。来来来来来来。哎，好的好的，您放心您放心。哎，好，马上马上。快点快点，送货车都已经到了。谢谢，生日快乐！谢谢谢谢谢谢，生日快乐！有恩。 生日快乐，谢谢。生日快乐，以后可不许不联系啊！就是啊，每回烂进去你就退，再退拉黑了。都送完了吧？该我了。哈，各位，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是你生日快乐啊！祝你在新的一岁四大安和，诸事吉祥。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嘿，天然的和田籽料，雕莲花钮的玉章。嘿，就这块玉，当时哥哥一上手，我就觉得这满世界。 只有有恩，你配拥有它。太物质了，还是豆子好养。哎，雕的漂亮吧？看看前面这小莲花，嗯。俗话说，宝剑配英雄，美女伴花香。你在我心里就跟莲花一样，冰清玉洁，常开不败。知道了，好东西。是，今天过去看看人大哥送什么。 我能拿它干嘛呀？你当然有用了，你像你歘歘一气呵成写完你的字，啪啪啪一落款，邦当，你再把这封印盖上，嘿，那才是一副完整的墨宝呢。哎呦，大哥，你可真瞧得起我，就我啊，还写毛笔字呢。我这些年拿笔都是写点餐单的时候，哪有那本事啊？没事，可以练练嘛。 也到了这个要修心养性的这个年纪了，是吧？嗯，你说什么呢？说我老啊？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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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不是，我不是这意思。你又要生气，您老曲解我，这要不是小丽带我来，我都没法把这个东西交到你手上去。你我。 这男的不是那天在酒店骚扰郑永恩那个吗？他怎么了？还想干嘛呀？永恩，祝你生日快乐！我还以为是老友聚会呢，这么多年没见了。 卖队友还是卖的这么熟练啊，永恩，你也没必要说的这么难听吧？我这不是也是看他对你一片真心，不忍心吗？
刘文，你别怪他，要怪就怪我。听说他要给你弄个生日会，我磨了他好久，他才答应的。刘文，这段时间你一直躲着我，我自己也想了很多。之前我不该瞒着你，是我不对。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已经离婚了。 现在就你跟我，就咱们两个。别闹，人过生日了，别闹！哇！ 这是我精心给你挑的礼物，也代表了我的心意。在我心里边，你比钻石更长久、更璀璨。遇到你，我才第一次看清爱情的模样。哎，若恩，你可以原谅我，跟我重新开始吗？ 烂好人，有你什么事儿啊？让开！徐斌，我早就告诉过你，从你骗我没结婚那天起，我跟你就没有任何可能了。你靠着老婆发家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占尽了你老婆和她家里的便宜，现在翅膀硬了。 不想奉陪了，又从我身上看到爱情的模样了。你这么说不觉得侮辱了爱情吗？你徐斌的爱情可以修修补补，随时换人再来，但是我郑友恩的爱情没有那么随便，那么将就。超哥，哎，在呢。能送我回家吗？必须我送啊。哎，不，怎么就回家了呢？ 你招来的是吧？蛋糕吃了，别浪费了。啊！碎钻呀！别浪费了。哎呀！来来来来，进进进，慢点慢点慢点。哎，张磊，哎呀，回家。 哎，怎么这个点儿还堵上车了？
关了行吗？烦死了。和光同尘，哎呀，多好听的歌啊，多有情怀啊。没情怀，今天已经够热闹了，安静会儿吧。有问你啊，你就是心太躁。我给你找一首这个佛经上的歌，清心安神。啊，别，我没有那造化，听不懂。有问你看，不是哥哥我说你啊，你这么活着有问题啊。你说人这一辈子什么最重要啊？钱财那都是身外之物，欲望那都是可以割舍的。但最重要的是，你得找到你自己个儿。哎，这些年我心无杂念，参禅养性，可以说，我就很好的找到了我自己个儿。那你之前去哪儿？小文，你说你人长得挺漂亮的，怎么还这么肤浅呀？什么都能影响住你的情绪，你对什么事儿都看不宽，堵个车你都会不高兴。你纵观俗世，此刻堵或者不堵，前进或者后退，这又有什么所谓呢？那存在它就是一种修行。你是不愿意跟我深交，如果你跟我在一起，我能让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哎，从此做一个没有杂念、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你信不信？哥哥，我也算是有钱人吧，我的钱都怎么花了？都花在精神修养上了。兄弟，我那后头有个小盒，帮我拿过来。是这个吗？对，就是这。哎呦喂，轻点，轻点。哎，也让你们开开眼。哥哥最近新收的这个宝贝，哎。这是我刚刚花了不老少钱买的这根木头，这叫品味。大哥，这什么木头啊？正儿八经的越南芽庄沉香。哎呦我的妈呀，这一鼻子闻下去，气定神闲，羽化登仙，全身被一种平和所笼罩，幸福满满的都是幸福感。我去，镇静剂啊。去，尤安，你闻一鼻子，闻一鼻子，闻完之后，这世上的纷纷扰扰啊，生离死别，那就都跟你没关系了。要学会放下，要学会升华。闻一鼻子，你闻一鼻子，来，别逼逼了行吗？得吧得，得吧得，我还不是听佛经呢。哎，尤安。哎，尤恩，你干啥去啊？这暴脾气你。尤恩，你要去哪儿啊？你怎么了？我这车开的好好的，你非别我，我能不撞你吗？啊，你会开车吗？你个二货！你说谁是二货？谁接话谁是二货？就你这技术还上路呢？啊？哟，开奥迪了不起啊？我告诉你啊，就你这样的，给你一布加迪威龙，你都能开出碰碰车的感觉来，你开什么都白搭。强行加塞，你还有理了？谁加塞了？老哥，你嘴巴放干净了，不会说话就别说，懂吗？兄弟，先挪下车行吗？不行，你们这吵来吵去也没个结果，挪边上吵去不就完了吗？我挪哪儿吵去啊？你们都看见了啊，要不是他上赶的，让我怼他，我至于在这儿跟他掰是吗？脑子被驴踢了吧？开个小破车个疯狗似，谁他妈乐意陪你？哎，真的，先把车挪一下吧，因为你看后面有救护车呢。对呀，这先把车挪开呗。哎呦呦，不是，等会儿，哎，我这头怎么有点晕呢？哎呦，哎呦，你刚才说什么？有救护车是吧？赶快让救护车过来，把我拉到医院去。我估计被他给弄成脑震荡了。看到救护车是一定要让路的，你们这么点小事故能不能到路边上去解决啊？